在马来西亚 launch， 那么 launch 的时候呢 ，sample 有吗？没有，啊 ，sample 没有，啊，产品有吗？没有，因为什么？我们是 planning， 但是忍不住这个消息，我们就先跟市场讲，一讲过了，很多人就要，所以我们就整个一月份是没有产品的。那么为什么是这个产品呢？各位看一下哈、哦。D-Sella， 这个是我们新产品的一个名字哈 ，D-Sella。为什么是 Sella 呢 ？D stand for DNG 啊，为什么 Sella 呢 ？Actually， 它是我们是要用 cell，C-E-L-L， 但是马来西亚政府呢，它很奇怪的，关系到细胞，关系到器官都不能够用。你们知道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产品叫 IMAX 吗？我们吃眼睛的哈、哦、啊 ，IMAX 在马来西亚改了三次名字，一个高官上来讲眼睛不能够用。哦、把名字改掉，一个高官上来再讲什么东西不能用，再把它改掉，匆匆就改，没办法、哦、我们是跟着规矩做的一间公司，所以 Dsella 我们 Dsella 进去不能，后面加个 A 呢 Dsella， OK？ 很多人问为什么放这个名字、哦、好，那么主要跟大家讲什么呢？这几十年来，当保健品开始进入这个市场过后呢，从不一样不一样的系列，我们看到它会有进展。各位今天来这边呢，会学到几个新的字眼，等下跟你讲、哦，我们从以前美国公司进来的维他命系列 B Complex 大大力的，对不对？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在吃这相当好，他把那个概念保健的概念打进你的脑里面。不过市场比较贪心了，开始出来什么心血管疾病的一些产品，比如说90年代你一出去呢，听到朋友讲的一定是介绍你什么降胆固醇的、降血压高的、降高血压啊、降这糖尿病的，对不对？那时候是很流行啊，就降这个东西的。过后呢，就有排毒系列，你会看到很多人在卖你 fiber， 不知道突然间呢，很多人不能够大便，突然间的我以前有这个问题的，怎么现在突然很多好像很多人不能大便这样子的啊？介绍 fiber， 因为需要排毒，对不对？每一间公司都出 fiber， 包括我们自己哈，我们 fiber 都有六种，在我手上，我讲的不同方面的至少都有六种不一样国家的 ，OK？ 然后我们再看，就是营养系列，过后就开始有花粉，听过吗 ？B pollen， 啊，听过 spirulina 吗？蓝藻，哇！那个根本是一个朝代来的，每个人都在吃蓝藻啊，绿藻、蓝藻、银藻啊，银藻还是新加坡公司听出的很出名的，对不对？那么再来，我们看到高抗氧化的系列了，开始来抗氧了。什么叫抗氧？雀斑少了哦，人美白了，开始看年轻了。刚才我讲了，要医病又谈心又要美了，现在要年轻啊，所以每个朝代不一样。所以呢，过后我们进入美容保健系列，在新加坡 DNG 国外，我们最好卖的除了 Mango Sin 就是表兰梦。有用表兰梦的举手看一下啊，这些有举手的都比较年轻的啊，有用的 OK。那么为什么呢？表兰梦真是很独特的产品，我们出市场这么多年呢，很少遇到跟表兰梦 similar 的一个 range product， 很少。但是呢，产品便宜吗？并不便宜，但是有它的市场吗？有，而且用了过后回来再用，这证明什么？产品会说话，对不对？所以我们新加坡是靠表兰梦，靠美国心去打上打到今天的啊。来，我们再来中草药系列啊，大家知道我们有做灵芝的，对不对？人参啊，冬虫草 ，OK， 很多这样的中药系列的我们都有。今天你来到这边呢，要学一个新的字眼呢，叫 Nutrigenomics， 就是营养基因组学。人类呢是一不断的在进步。今天我讲这个比较慢的，在1992年的时候呢，很多科学家、西方大学的教授都在研究基因，因为他们发现到什么呢？人是由什么细胞组成的？细胞形成这个器官，器官形成系统，系统形成整个人哦。那么你有问题的话，慢慢追根究底呢，他发现到呢，你的基因、你的细胞非常重要，所以有了这个新的字眼叫做 Nutrigenomics。OK。营养基因组学，针对你的细胞，针对你的身体，针对你的基因来给它营养。OK， Nutrigenomics 啊，这个字眼大家要记住哦。来，那么 Nutrigenomics 呢，在这个市场上有很多的书，你可以去 Google， 你可以去书店去找相关的资料来看，很多很广，西方那边比较广，亚洲这边刚刚进来不久。OK， 西方国家那边呢，现在他们医生在做 seminar。很多医生的知识都很好的，对不对？但是他们每一年都要进修嘛。最近呢，我们 raw material supplier 原料供应商，他们会去给 talk 的，都是教授级的啊。他们给的 talk 呢，都是在针对医生要听的基因或者细胞。过后他们 doctor 就会问，说 what is the solution, what is the idea that you want to provide？ 他们就会 provide 等下我们要讲的这个成分 ，OK？ 所以。这30年来呢，科学家不断的在研究我们的 DNA， 人类的 DNA， 包括动物的。
好，那么在研究 natural 的东西，怎样可以帮助到我们 DNA， 对不对？所以你看到很多 mangosteen 出来，那在新加坡，因为我看到他们开始拿榴莲来做保健品了。以前我是开玩笑讲的，不过是真的，在 Facebook 给我看到新加坡报纸出来，然后把榴莲 mangosteen 都拿来做保健品的哦，不一样，一直在想方法啊、哦。来，我们再看，所以在外国呢，很多这样的报道、这样的报章呢。去叫我们应该在科学的指导下进行营养保健，那么人类基因组研究和生物医学的应用开始在做刚才我讲的 nutrigenomics、okay? 那么今天我要讲的一个成分呢，大家呢非常熟悉它的这个植物，这个菜就叫做 broccoli， 吃过吗？那么想问一下 broccoli 是好的菜还是便宜菜？属于好菜。新加坡这边会贵吗？贵，最近比较贵哈。这个老板娘吃很多 broccoli 啊，所以没有错， broccoli 用来都很好，所以它属于是贵的菜，而且在涨价。而且我们说什么国家好，什么国家不好呢？很多是针对什么他们的耕种方法 ，OK， 耕种的方法。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第二个字眼你会学到了，在 SNN， 这个叫做 sulfur aphane， 这个字眼叫 sulfur aphane。以前你可能没有听过什么叫 antioxidants， 对不对？那么今天你就 听一个名字叫 sulfur aphane， OK， 它的华语不好听，所以记住英文就好了。它的华语叫罗伯流苏，不好听，啊、哦，很 cheap， OK， 所以我们就记得英文名叫 sulfur aphane。1992年，美国的 John Hopkins 一个大学科学家呢，就在 broccoli 里面发现了这个成分， OK， 这个成分一定要经过我们嘴巴去咬，根据我们的口水的酵素过呢，才会产生出来的叫 sulfur aphane， OK， 很复杂。真的很复杂，我把它简单化 ，OK。那么我们身体里面已经被恐吓了200多个基因呢，这个烧后会可以帮助到帮我们修复，跟我们改善 ，OK。那么再来，1997年，他们发现呢，在3-4天里面的 broccoli sprout 拥有这个烧后片最高，所以我们讲的不是 broccoli， 我们讲的是 broccoli sprout。在这个什么超市里面，你可以看到他们有卖的 broccoli sprout。那有人跟我讲，哎，麦克，这样子我们不用吃你的产品了，我们去买 broccoli 来吃就好嘛。OK， 各位，一 gram 的 sulfur aphane 等于500-600g 的 broccoli vegetable， 明白吗？所以你要吃我的 broccoli powder 的话，你可能买几 kilo 的那个 broccoli 回来吃，一天三餐的在吃 broccoli 而已。OK， 那么也不一样，为什么呢？ sulfur aphane 只要被煮过、被烧过就不见了。OK， 所以一定要经过一个特别的方法呢，把它提炼出来。这个呢，这一堂课已经是有1个小时的 YouTube 在上面，是由我们的 supplier 派出来的营养师，高级营养师，那么呢来跟我们分享的。所以他的 slide 呢很 complicated 的，很 technical， 知道吗？啊，如果你们要听讲 technical 的，下次我可以安排我的营养师来讲 technical 的。听了过后你好像听有，又好像听无，那就走出去了，知道吗？然后因为他很多的问 scientific 的东西呀、啊、，OK， 我们要知道了今天这个sulfur aphane。在身体会产生怎样的好处，这样就好了，对不对？那么人都在吃东西，每天都在吃东西 ，OK。那么我们身体有一个消化系统，每个人消化系统不一样，有的好，有的不好。那么这消化系统呢，它会产生酵素呢，把我们吃的东西呢消化过后，好的吸收掉，不好的排掉，很简单，对不对？不好的就是毒素排掉。这个步骤呢，我们叫 phase one detoxification， 就是第一阶段的排毒。那么我们看，它会把我们身体里面的毒素呢排出去，但是这个阶段呢不是每个人都很好，都很 perfect， 所以它会残留一些 microtoxin 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身体里面。这个 microtoxin 呢就造成我们所听到的癌症，因为它细胞会病变。我们听到为什么我吃这么多保健品，我没有吸烟，没有抽烟，没有喝酒也会中癌症，这很难解释，明白吗？没有一个医生可以跟他解释到 ，OK？ 所以。在这个 Visera 里面的沙发片的话呢，它可以帮我们启动身体的一个东西叫做 NRF2， 这个是第三个字眼，今天你会听到的。这个 NRF2 呢是 second phase 2的 detoxification， 就是第二阶段的排毒。OK， 它会排毒过呢，预防我们的细胞去给这个马拉松去破坏。每个人都有2个阶段的排毒的，第二个阶段那个排毒呢需要 activate 的。它就像什么我们的那个 switch 知道吗？开关啊，你知道这个房间里面有灯，但是你要开它才能亮 ，OK？ 所以这个 NRF2 你一定要有 sulfur aphane 才可以帮它启动，
Sunflower 呢，很多植物里面都有，啊 ，cauliflower 的那个种类的植物都有，但是 broccoli sprout 是最高，而且是好处是最多的。OK， 来我们再看这些东西，如果你要的话呢，等下我后面有一个 WeChat 的一个 QR code， 你 scan 一下，里面很充足的资料。OK， 我们再看一下。好，那么这个 Sunflower 它有什么好处呢？这些东西我们从 Google， 我就从 Google 里面看了很多 clinical 的 studies。看了多 scientific report， 那么呢，抽出来39种是市场上已经是恐慌，它有帮助到，而且有这个 scientific support 的东西哈，我们才拿来讲。OK， 我们看一下，那么很多促进排毒来预防癌症、降低胆固醇、预防心脏血管疾病，这些呢都是很普遍的、很 common 的问题。你吃我们其他产品都可以，你吃外国的啊，或是别的公司的产品也可以。OK， 今天你要看的是看我 highlight 的。我还来红色的，中国还来呢，因为我发现到这些功能呢，其他产品不敢 claim 的。什么叫 claim 呢？很少公司的字眼在前面讲哦，我们不可以叫做 over claim， 明白吗？以前新加坡有一次睡觉钱不够用，知道吗？我很喜欢看的，他说吃那个保健品，手指断了，都吃了过它还长出来的，那个叫 over claim， 里面太夸张 ，OK。好，所以我们产品我们都不敢 overclaim， 但是只有 Sunflower 和 Decella 这个产品呢，我们的study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 claim 怎么抗忧郁。各位，新加坡的忧郁症会很多吗？多吗？多吗？哦，我以前来每次做 taxi 的，一上 taxi 就跟我 complain 了的哦，很奇怪，每一辆 taxi 都是这样子的哦，所以很奇怪，这可能是压力很大，忧郁症啊。那么忧郁症，如果我们身边有朋友有的话呢？通常你去看医生，医生会给你什么药 ？OK， 就是药拿来 control， 不是拿来 cure 你的忧郁症，来 control 你的忧郁症。今天我们的 Decella 呢，对忧郁症呢是有一定的帮助 ，OK， 有一定的帮助在那边。那么你要详细的去看的话，你可以 Google the denied benefit of sulforaphane， 或者是 broccoli sprout，Google 里面全部写得很清楚。OK， 好，我们再看，接下来是恢复认知功能，就是记忆力衰退的。认人的能力，认事情的能力衰退的啊，这个也帮助到。OK， 所以上了年纪的自己注意看一下哈、哦。如果听了过又忘记了，自己要多吃一点啊。OK， 上面 Parkinson， 很少产品会针对 Parkinson 的。OK， 这个它有 report 在那边。那么接下来呢，阿兹海症那个就是我们记忆力衰退的啊，还有一个 Huntington's disease。这个也是很少人讲的啊啊，就是再来就是范永丢，你们叫什么？我们福建话叫打雷呀、啊，去打雷知道吗？啊，你们叫什么？是啊，非常啊。那么很少人也是会去 claim 这个问题的啊。再来改善精神分裂症，这个我在读 study 的时候我很有兴趣，我会进去里面看很多人的精神分裂的，这个现在连戏都开始拍了，有没有？很多有多重性格的，哎，这个他们。针对来去研究很有帮助啊、哦！再来就是吃药很多的，再来就是我发现到这个市场很大，这里呢80%、90%以上都是做父母的，自闭症知道吗？自闭症啊、哦，那么自闭症 autism， 那么我们公司也每一年都有捐钱给 autism 的一些机构，那么看到这个东西过后呢，我特别 highlight 它，在我所讲的课程里面呢，我都去讲这个，那么遇到有一次。我们下面听的人呢，有一个是他孩子有这个 autism 问题，那么他本身也是 autism 的学校的老师，就是他身边都是这样的父母，他知道那个压力很大，你可能要去那种比较 special school 啊，去很多次的一个礼拜，因为我朋友也是有，所以他们就整班来听，马上召开会，1月6号我 launch， 1月12号他就开始招人来听了，很多人听，那么还没有产品出来，现在产品开始出来了。OK， 那么他们开始在服用，那么看改善，改善在哪里呢？最大的问题就是沟通能力上的改善。Autism 最大的问题是他不愿意跟人家沟通，或者天生他的基因呢，在沟通那一方面是比较弱的，他会改善这一方面，等于改善自闭症。OK， 所以可以去看看这个，其他产品没有的。Autism 其实你去跟 Autism 的父母讲的话呢，他们比你更了解，比你更清楚。当你的家人有某一种问题的时候，你会特别去 study 那个东西 ，OK？ 你不会给他 sulforaphane、Decella， 他会比你更紧张的去 find out 所有的资料，明白吗？因为我讲了这个课程过后呢，在冰城那边哈，
有几个是 English education 的，他们就马上的明天回去过后，因为是 retired 的 pension， 明天给我 print 了两本这么厚的书。那麦克，你们公司的 catalog 什么都还没有来，我来了，白领来两天而已，白领来，厚厚的。我说去哪里找？谷歌，所有的 link 可以进的我都进了，来讲，进去看 screenshot 哦，就 print 出来，然后自己慢慢看嘛。那么看多有坏事吗？没有，增加自己的知识而已。不管他有没有买，不管他有没有卖，都是一种知识的。所以他很有信心对这个奥迪生方面哦。再来就是幽门螺旋菌，我们都知道说那个幽门螺旋菌是乱吃东西来的。那么这个是导致最近很多那种大肠癌的问题，食物来的。而以前我们听到子宫癌、肺癌、肝癌，很少听到大肠癌的，最近很多。OK， 这是可以预防这个问题。再来 ，OK。前面那些都 normal 哈，都 normal。那么再来就是有利于怀孕 ，OK？ 这里我有一个 case 是我们的 supplier 的老板 founder 哦，这个 supplier 自己讲的哈，他有做过 study， 西方人 ，OK？ 两公婆结婚7年了，不能够怀孕的，那么给两公婆都吃这个supplier， 吃了过半年怀孕了 ，OK？ 那天我在太平讲课。有一个安迪举手问我：“将来哥，我的女儿如果吃了半年都不能怀孕的话怎么办？找你呀、啊！”我说：“好的，找我吧，我可以帮忙的，我尽量帮。”明白吗？好、哦，不是说吃了就会怀孕，你知道吗？吃了你要做某些东西才可以怀孕的，你知道吗？啊、哦，要经过一些过程的 ，OK。所以你要照顾你的身子，两公婆都要去照顾 ，OK。那么他最大的变化呢？除了怀孕，你的下一代的 DNA。因为你的身体的 DNA 好了，它传下去会改善后裔的一个DNA 的一个构造 ，OK？ 所以呢，这个就是很特别。外面的产品，我讲了公司这么多产品，没有一个有这样的 point， 我把它全部写出来。啊，再来就是早衰症，这个是很特别 ，HBS。啊，这些资料呢，我都会给你，你自己会看到。那么这些资料呢，全部我们不是乱讲，全部都有这种的study。啊，这种 study 上面你可以看一下 broccoli sprouts cancer prevention and detoxification. When your mother told you eat all your vegetables and don't miss the broccoli, it's good for you. She was right. 啊，这句话很简单了、啊、就是小时候妈妈叫我们吃菜，尤其是 broccoli 啊，你要吃。那么这是对的，为什么？因为这里下面的都是一些科学家、一些教授去研究的。我 highlight 了，你可以看到 ，OK? Supplement pain can increase body own defense system. OK?那么我们再看 supplement phase 2 detoxification enzyme OK supplement block tumor development 对肿瘤对chemo 对癌症帮助很大，你去看他的 study 呢，通常都在这三方面 OK no problem OK 你可以拿，其实我都可以给你那个方，我会 send 给 CK， 那你们跟 CK 拿那个方 raw 的方 OK 来，没问题。所以你去真的去研究去读 study 的时候，通常会在 tumor chemo cancer， 再来就是减肥，就是 obesity 的太胖啊、太胖了，你不要跟人讲说你最近肥了两公斤，刚刚过两年那个啊、哦、那个不是那种胖的，真的胖了OK， 然后呢就是还对什么很好呢？糖尿病，在外国，在 Australia，因为我们的 source 是 from Australia， 等下会提到，在 Australia 他们也是有 supply 给别的公司。那么这些公司呢，它很特别，它就拿这个 supplement ball 呢，它去 mix 跟可能 supplement mix A 这个产品呢是针对糖尿病吃的，它拿 supplement mix B 是针对这个 cancer 的 patient 吃的，所以他们都拿一种 mix， 那么看到对糖尿病的效果呢很明显，很快，还是一样自己去做 study 哈、哦，去看 ，OK， 好。Who should consider supplementation 啊？那么 some reference of broccoli sprout research， 这些全部是 case study， 看到吗？全部是 case study， 所以我不能够你可以看看，所以我不能够一一的去讲啊，但是你们可以去看那个 link，OK？、Okay? 我另外有了这个 photo， 啊，这个可以拿，啊，你可以拿，所以这些都不是我写的，这些我在网上拿下来的啊，很多你可以去看，所以我们讲39种。是我们讲课讲39种，昨天我在 KL， 其实我不从槟城回来，我昨晚在 KL 也是有一场30多个人左右。那么讲完过后，产品出街了嘛，一个月多，你知道表达猫学分知道吗？昨天我们那边有一个叫台阶的，他是做表达猫理疗师的，那么他的 customer 一个应该是40-50岁吧，每次给他做了几年了的，所以那个脸什么状况，胸部什么状况他非常清楚，软的硬的他知道。
然后他看他这个 customer 看看了过后，他说这你的脸最近有点不一样。他说对哦，你也觉得啊？对，好像比较亮。他说对哦，除了亮呢，还有点硬，脸硬了，知道吗？他不会讲，那个叫结实，不叫硬。硬是死了，那个叫结实，喝嘛，知道吗？他不会讲啊。哦，那么讲完讲话，他说应该是吃了一些辣，有那个效果在那边哦，就开心了，有没有？人家讲你好了，就开心。他进去房间呢，就到处摸了，格拉摸嘛，到处摸，就摸他的胸部、哦。他说疯了嘞，疯了。他说没有啦，哪里有，还不是一样。他说我摸你很多次了，我还不知道，你什么看什么看我都知道，有没有？然后讲你回去你要注意了，你再吃多一段时间呢，开始要换 bra 了。啊、哦，然后这个丰胸的效果呢，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或者说不要讲胸而已，就是整个脸会丰满，因为它改造就是改善你的细胞，改善你的基因过后，很多方面的东西它会去调整。OK， 那么我们看到最快的效果呢是啊上厕所，因为它本身是 vegetable 嘛，就是菜嘛，所以上厕所次数会很多，那么量会比较大，你感觉到 fiber 比较多，它不是那种像美国西米克的过也会上厕所，啪黑黑的，有没有？这个会很顺畅。OK， 再来我们很多领袖，包括我们的 top leader。包括我们女的、男的，我手上我所知道的有三四个眼镜换了，那个度数，这个是很夸张的，这个我们也搞不清楚一个所以然，说为什么会这样？它就是因为产品出来过后，他们开始服用。那么 Jeffrey， 我不知道你们懂吗？你把我们最top的一个男的之一，他整个眼镜换掉了，眼眶都换掉了 ，Jeffrey 换了眼镜，减了百多度。他是新年前发现到他有点晕，很奇怪，就是有点晕。可以，因为老花比这个近视还要小的哦。OK， 但是我们相信呢，产品的见证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这产品将会是免费吃的。等一下我跟你讲啊。所以啊、很多见证跑出来了啊，很多见证跑出来，明天会跟你们分享吃一些。好，接下来这个就是我们的 broccoli sprout。OK， 那么为什么选用我们的 Decella broccoli sprout 呢？我们来自 Australia 最好的 South Australia，France 也有。OK， 那么为什么我们跟这个 supplier 拿呢？它是从营养价值丰富的 broccoli sprout 里面萃取的，它有很高浓度的 sulforaphane 的这个 extract， OK， 它可以 activate 我们身体里面的 NRF2， 就是 second phase detoxification， 那么加强我们的 defense system， OK， 再来呢，避免啊，就是我们的这个 cell 受到这个破坏，再来就是刚才我讲的，它用 hydrogenic 的技术所制成的，就是它不是直接动到泥土的，水根法，所以是干净。明白吗？非常非常干净的。再来，无受辐射污染的农作物，无转基因的成分。以前的人吃产品呢，要求有机，知道吗？啊 ，biochem、biotech 有机。现在呢 ，no GMO 了，就开始没有转基因成分也要求了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的七个选择 Decella 的原因。那么除了 Decella 呢，这个产品很简单，它不像 Mango 里面有很多成分，它很简单，它就是 sulforaphane 再加一个东西叫 amla extract。啊，什么叫 amla extract？ 有的人看了过就问我是不是Penang的 amla 水杯，不是那个 amla 知道吗？哈，这个 amla 是盐的，在 Ayurveda 就是 Indian 的 traditional medical treatment 里面用的最多的一个叫做 Indian gooseberry， 知道吗？啊 ，Indian gooseberry 它的 antioxidant 很高的，所以我们放这个东西去里面呢，去 boost 上方面走得更快 ，OK， 有一个新的 effect 在那边，就是 A 加 E 不是等于二。然后给它 effect 更高 ，OK，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在去里面过后呢，就出来一个产品呢，精准就是效果很明显的，针对我们的基因，针对我们的细胞，再来就是高效果，就是见证你会看到很快的，再来就是科学 DNA， 我们在讲的是 DNA 的一个产品，再来呢便捷为什么很轻，很轻，我来了新加坡一年多，我每个月都至少来一次这样子哈、哦，那么听到很多次呢，搬货会很辛苦，我今天领教了。我住在拉门大那边，背了一个 bag， 装了500张的 flyer， 装了几个的这个 product， 做了一些 sample， 背一个拿一个，好辛苦。我在这边所以非常清楚、哦、所以接下来要跟你讲的呢，我们对这些啊系统上面的东西进行一些啊提升 ，OK？ 那么改善人体基因细胞所需的营养，制造更美好的未来。那么讲到这边的话呢，各位这个产品要不要试试看？